就是一个概念，我就直接下笔、嗯，那所以相对会比较粗糙。那一天上人就有开示说，叫我要把好玩的心转换成好法的心，反复的去看上人的我自己的笔记本啊。高元师兄，我就说你觉得这歌词怎么样？用耳朵看，邓丽君呢？用眼睛听，世界充满快乐声音。我们现在只有那个电子琴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设备，啊、也没有电脑，所以我们不能去剪接，那我们只能错一个字就必须得重唱，要一镜到底。用耳朵看，用眼睛听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。平安是心无错掉，无彩的烦恼啦，无当的困难的内心，心。就是这样，真自在，真平安，又是呢，含着那份的喜悦，这就是善逍遥。伸出双手，伸出你的双手，让爱传流，让爱传流，起整个地球。当风雨来临，孩子失去了家，你的爱就是一砖一瓦。亲爱的朋友，关于世界所有黑暗的角落，那跟人无瓜葛，确实呢。给人有的是好言，所以看到人啦，咱就要团团圆，因为咱逍遥，咱自在，逍遥自在的方法，是要靠什么呢？我欢喜，靠什么来欢喜？文化。欢喜啦，道理通达啦，无忧愁，亲像安尼会发喜。要等那个师兄来开门。脾气改很多了，然后那个讲话吼也会比较小心一点了、啊。甚至会想说，我要怎么很有智慧的去把它表达出来哈。我来修法相以后，我才放下很多说，其实像上人讲的，够用就好了。你为了追求那一些，你必须要去付出代价的。啊，所以到最后你看我觉得像这样，也没有到说一个水准。但是我觉得我很快乐，因为咱得到的呢，就是欢喜精进，是微妙法，在咱的内心啦，不断地咧滋养咱的慧命。那有得到法，咱的慧命呢，都是法在咧给咱滋养啊。所以，那大家。就是安尼的欢喜，逐天都是讲安尼的法，这种欢喜传法乐，传出了啊，我真欢喜，我当着代志，我真平安，真自在，这种呢，持经法啦，自用慧命，你才有法度去传法，也那无呢？家己都袂欢喜啊！你要安怎传法给人呢？纠察队就是他，
他帮我取的。对，那我如果没有来的话呢，他马上就会 call in 了。你为什么没有来？比如说，哇，我们的纠察队又开始在通缉我了哈。那他会一直叮咛我们，就是真的都不放松。但是这样我们感到是一种温柔的压力。刚开始会觉得压力，到最后是一个习惯了。然后到最后，我们就是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班长。都没有这么早，我都是今天。成语的部分，我负责把它变成那个就是 Word 档哈，就是纸本的哈。也让他们不一定有电子书的人也都可以看这样子，用电子书哈，然后再复制过来，然后我每天要对，然后我顺便读一下这样子。对啊，你看我都还帮他画重点呢。你都还画重点？对啊，用颜色不同，一样颜色在帮画重点呢。只有用嘴巴去关心他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些都给他们很容易去看得到？他的手机啊，他的电脑一打开，他就可以看得到了啊。对不对？系用心嗬，咱有佛法，咱个有法通好讲，系靠咱的习惯，咱的思想正确，咱的习惯呐，那叮当是要讲法，唔是要用来食甘苦酸涩，唔是，咱是要用来讲话啦。讲对人间有益的话，所以咱爱真用心体会